BLACKPINK 登陆小港机场啦！现场大批粉丝前一天就苦苦守候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等到啦！由 Jenny 戴上墨镜大头阵，接着出现 Lisa。发色亮眼 Rose 第三位搭上车，而基素一身黑色造型，BLACKPINK 前往演唱会现场彩排，90000门票三分钟就完售，为当地店家带来好几亿商机啊！这个总是能改写 K-pop 历史的大势女团 BLACKPINK， 大家一起期待他们今晚的演出吧！